普通没什么问题，可以走前一个流程。 想好到底该怎么感谢我？ 我想了一个晚上，但郑总好像什么都不缺，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什么都不缺？ 说实话啊，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缺，这是你的借口吗？要不这样吧，詹总，如果你有想到你缺什么，你再告诉我。 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，既然你想不出来，那我就想想。但你要记住了，是欠着，不是就算了。知道。你没事吧？ 自己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为什么要折腾自己？为什么？你干什么要这样？你干嘛要糟蹋自己？你糟践自己就有用吗？这男贤他能看得见吗？他就会回头爱你吗？ 自己处理。